不是我饭都做好了，你自己吃上泡面了？你成天气我是不是啊？嗯，我的妻干啥呢？是站着吃。你干啥呀？我说你拿起来站着吃。你要干啥呀？我都让你说错了，拿起来站着吃。你他妈！你还要怎么样？我说的是，你别气我了，行不行啊？那不然行了。